湾区传媒睇，全湾区都睇。欢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嘅节目《湾区传媒睇》，我系梁可希，我系苏盈文。今集我哋继续同你去到国家各个大小城市睇下最新嘅动向，广为人知咧，同你去广州黄埔了解一下青少年工嘅升级改造。跟住湾区新里程就同你去珠海嗰度揾好嘢食，中意食海产嘅话咧，你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當然唔少得鳥瞰神州同埋我哋嘅特備環節，中東香港投資新機遇。而家首先嚟南北快閃啊！台山一號係江門首座現代化養殖平台，亦都係廣東省內首個入級中國船級社嘅大型養殖裝備。日前呢一艘現代化半潛行架式養殖平台喺江門順利下水，大大提升咗江門海洋牧場嘅現代化水平，彰顯江門建設海洋強市嘅能力同信心。台山一號總長103米，總寬31.5米，養殖包圍水體容積約30,000立方米，集當前海工裝備製造、深海養殖領域嘅前沿智慧同領先技術於一體，具有出色嘅抗風浪性能同穩定性，將通過崖門水道投放到江門台山川島烏珠洲高灌海域。江門是海洋資源大市，去年建成重力式深水網箱152個，佔全省的26%。接住落嚟，江門市將會加快落實招商合作、投苗放養，持續深耕海上糧倉建設，打造高質量發展的藍色引擎，開拓高質量發展的新空間。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政策通小程序近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小程序依托大数据、新媒体技术和云计算能力，构建便捷高效的政策信息查询平台，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的各类用户提供一站式政策信息服务。此外，这款小程序还具有显著的跨区域特色，整合了中央及江浙沪三地发布的所有涉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信息资源，为示范区内的企业合作、产业协同、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提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平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创造的武侠世界是很多武侠迷心目中的美好回忆。在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浙江大学档案馆联合浙大图书馆特别推出《丹心侠剑》纪念金庸先生百年诞辰展。展览展品包括金庸先生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期间赠予学校的24把剑和7把刀。策展人还在浩瀚的档案当中发现金庸先生为浙江大学所写的新闻稿件。策展人认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弘扬为国为民的爱国情怀，应该被当代大学生深入了解，对他们确立人生志向有积极影响。来到春季招聘高峰期，上海浦东日前组织了春季促进就业专场活动，近100间企业提供超过1500个岗位，活动中新增了零工招聘专区。近年养老、育婴陪护等服务行业用工缺口大，引入零工力量既能够满足企业即时快招的用工需求，又实现带领务工者的灵活就业。在这次招聘活动当中，零工专区的10间企业提供包括陪诊员、高级护工等在内近300个岗位。相较于年龄，不少企业更加重视求职者的相关经验。带领务工者亦表示，在陪护服务行业，企业和雇主偏向相信年纪大的雇员对小朋友、长者更有耐心，年龄反而成为优势，给到他们再就业的机会和信心。春风渐暖，水温适宜，又到了蟹苗投放的最佳时节了。近日南通海安白癫镇珠纡村的蟹农趁着好天气投放蟹苗，蟹农将蟹苗倒入箱内打氧吐水，然后将分拣完成的蟹苗分批运到去蟹塘进行投放。今年珠纡村计划首批投放10万只蟹苗，全年预计投放80万只，预计今年成蟹量是10万斤左右。负责人表示，珠纡村养殖的是本地培育的品种中华绒毛蟹，这个品种成活率高，肉质鲜甜，在市场上广受欢迎。继
近年廣州市白雲區江高鎮積極引入優質企業、總部企業，但是2023年江高鎮就有155個投資項目達到一定規模標準，被納入國家統計局統計調查對象，投資額超過75億元，同比增長接近六成。日前江高鎮一個電子科技製造綜合體動工，助推江高鎮高質量發展，我們現在就去了解一下。隨著儀式啟動，這個科技城正式動工，它是江高鎮首個新型產業用地項目，總建築面積約14萬平方米，以生態加智慧加科技加產業為核心驅動力。規劃建設集研發、孵化、加速、產業化、總部及服務配套等功能於一體的數字經濟科創綜合體，引入集聚一批高成長型數字經濟產業和高端製造產業。這個項目對這個江高鎮來說呢，是首個 M0 的項目，那意味著呢，我們需要去集聚一些偏科技型、創業型或者說高精尖科技型的這樣的一些企業入駐到這樣的一個項目中，未來預計可引進企業超過100家，可提供一個就業崗位呢，我們預計會超過3000個。項目計劃在2026年4月竣工，在活動當中，科技城同14間進駐園區企業簽約，涵蓋汽車零部件製造、星光電、智能製造等行業企業。我們做車燈這一塊，在整個周邊的配套，像我們的供應鏈這一塊，都是有利於我們企業的一個發展。再就是江高這裡的營商環境，有利於我們中小企業的一個發展。項目落地江高鎮，為中小企業提供產業集聚、資源共享的發展平台，亦將助推江高樞紐製造城中心打造為綜合性區域 CBD。科技创新型的企业过来，那么进驻到我们这个万阳科技城的项目里面，那么这些科技创新型的企业对于我们整个江高的工业制造型企业来说，都是一个科技转型、提高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很好的契机，那么也是一个交流然后互相学习促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2024年，江高鎮以工业产值翻倍为目标开展二次创业，深化智能家居、轨道交通、预制菜、化妆品等重点产业链建设，利用全镇正在建设和准备建设的434万平方米工业厂房，落实引进、培育、保链，推动先进制造业上下游聚集，为5年内实现千亿级工业产值储备动能。相信不少人小個的時候都會去過青少年的活動中心玩，或者是翻下啲興趣班咁啦。係㗎，有時在那裡都可以學到好多嘢㗎。早前咧，黃埔區青少年宮科學成功升級改造之後亮相，由每一年咧可以提供接近30000個優質學位。經過2年多的升級改造，黃埔區青少年宮科學成功煥然一新，新開設國學六藝館、國醫館等，青少年可以體驗茶藝、古琴等傳統文化課程，亦都可以化身成為小中醫，製作中草藥香囊。我们会在这个国医馆里边开设小小中医堂的一个中医文化课程，主要就针对我们7到11岁的小朋友，通过辨识我们的中医药，然后做一些中医的手工，让他们体验到我们这个中医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传统课程之外，还有不少吸引人的科技场景落成，例如和广州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 5G 元宇宙融媒体实验室，同北师大合作共建心理老育健康指导中心，仲有同广立院科学技术协会合力打造黄埔少年科学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埋探索精神。我体验了体感还有 VR 眼镜，很好玩，还感觉很科幻，能够让我身临其境体验到如何逃生，如何救治别人，可以开发他们的智力，让他们兴趣能够多元化的发展。黄埔青少年宫科学成功仲将会同区内21间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公校合作，共享教学场地同教育资源，一起开展40多种兴趣活动项目。根据学校的需求进行菜单式课程的开展，我们来列一个菜单，学校根据我们的菜单来进行一个课程的选择，或者他们提课程的需求，或者艺术团打造的需求，我们来提供这个教学的服务。
作為打工仔想找工作最方便的是去大型的招聘會，可以一次過接觸到不同的機構和僱主，提升求職機會。2024年南越春暖大型招聘會早前就在廣州南站舉行了，過千間的企業就向求職者提供了60,000+的就業崗位。南站广场人头涌涌，企业在路演台上积极推销自己，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上演双向奔赴。刘小姐最近在珠三角找工，原本计划上10:00由广州南站搭车返乡，见到有招聘会就即刻改车飞。那您希望找到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是制造业吧，因为现在广东也是什么推进什么实体经济嘛，我自己工科也有这方面经历，就是学的知识尽量就是能用上都用上，所以以后这边可能每个月举办我都会过来吧。祝同学在武汉读书，今年6月即将毕业，知道南站有招聘会，今日就专门搭车过来，将这里当作离越的求职第一站。先暂时在这边住几天，然后之后先找一下工作嘛。理想的工作就是可能更好的支配我自己的休闲时间，觉得大概7000左右。招聘会提供的岗位涵盖制造业、物流配送、商业服务等多个领域，月薪大多数是人民币5000-8000不等。这间企业有几个生产基地，用工需求量较大，员工入职包食包住，还有带薪年假。车间里面的一些生产设备什么的都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所以这些技工院校的学生的话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需求的，要招100多人左右。五险的话我们公司是全部由公司承担的，然后的话不用扣你个人的工资金那一块的话，入职六个月就最会嘛。亦有企业招聘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初期月薪即可过万，后期仲有上升空间。招聘的话，重点的这个试验和检测人员骨干部门也是骨干岗位数十名的一个需求，高级试验检测工程师的岗位继续可以等待他晋升，后续的话薪资能够达到年薪20万-30万。澳门中联办北京联络部在北京设立澳生之家，专是为在内地的澳门学生以及在北京生活的港澳人士提供服务，解决他们在学习、就业、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而至2022年成立至今，已经服务了超过1000人次了。黄小姐自10多年前移居北京，这一日相约3-5知己来到澳生之家，举办妇女节烘焙活动。他認為在北京生活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澳生之家的平台可以為他提供支持。之前呢就可能有些踢球啦，或者有些比賽啦，有些可能設計的比賽啊咁樣咯。咁澳生之家佢依家咧就想更加豐富啲佢哋嘅內容，所以咧可能佢會多啲辦一啲唔同嘅，譬如烘焙嘅活動啦，因為佢想有啲學生喺北京呢一度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需要有啲家嘅感覺。喺北京大學碩士畢業，而家喺北京工作生活超過20年嘅鄭先生表示，當年去北京人生路不熟，遇到困難亦都求助無門。對澳門的感情又好，對於實際在北京遇到去內地遇到的問題又好，哪怕不可以即時解決，起碼我們可以通過我們一切的聲音，將我們聲音反映到給官方，反映到給政府部門知道，就希望中聯辦幫我們解決。澳生之家由澳門中聯辦北京聯絡部設立，是為內地的澳門學生以及在京生活的港澳人士提供學習、生活等支持，比如協助處理就學問題、舉辦招聘會等等。澳生之家表示，現時約1300名澳門學生在北京就讀，每年亦會有200多名澳門新生到北京，最近邀請在京的澳門學生負責管理工作。我都想服務翻澳門嘅同學嘅，因為身為澳門同學啦，見到好多澳門嘅師弟師妹啊，佢哋其實會踩到好多我哋當年踩過啲坑或者雷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想幫助翻佢哋去避免
去重複去遇到呢啲困難。最開始幾個品牌嘅活動咧，分別係招聘會啦，同埋另一個係兩會嘅分享會啦。呢個係我哋一直辦落嚟越辦越好嘅一個品牌活動，受到非常之多北方或者南方嘅呢個澳門嘅同學歡迎。澳新之家喺2022年八月成立，至今已經服務澳門學生超過1000人次。深圳首條環湖生態微型馬拉松賽道龍華區牛湖水壁道最近正式面向公眾開放，喜歡跑步和散步的市民又多了一個好去處了。龍華牛湖水壁道總長約9.9公里，是龍華區首條湖庫結合並嚴格按國際微型馬拉松賽道標準設計的環湖慢跑道。牛湖水壁道通过一条牛湖水数字艺术生活水廊，串联起三大城市主题段以及三大主题特色核心，通过一廊三段三核的设计，连接四条慢行通廊，串联山水资源，激发城市生态活力。我觉得开发挺好的，很适合出来散步啊，带小孩出来溜达那些的，都还蛮不错的。对我们附近的居民说，这很好的这个地方，很难找到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个壁道还是可以啊。刚走进来，你看这空气又好，有山有水的，交通也很方便，地铁站一出来就到了。牛湖水壁道沿线仲串联咗观澜版画博物馆、陈烟桥陈列馆、澳湖艺术村、红木家具一条街等10多处文旅景点。通过激活滨水空间价值，进一步完善观澜国际文旅产业区的产业集群。市民漫步牛湖水壁道当中，不单只可以打卡文旅景点，还可以体验水质科普园、版画艺术园、生态湿地公园、观鸟屋等多个特色鲜明的功能区。我们的壁道建设呢，是注重这个生态保护和自然修复的。我们一方面呢，从这个设计和施工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注重这个生态修复工作，为市民提供这个穿梭在山林之间的这个游玩体验，满足这个市民群众清水休闲的一个需求。在进一步巩固治水提质工作成效中，龙华区以壁道建设为载体，统筹实施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做活水经济、水文化，将观澜河干流打造成为江河安澜、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世界级都市亲水长廊。接下来呢，那个龙华区将继续高质量的推进壁道建设，我们要加快构建这个显山露水、层绿相融、特色彰显的壁道网络。我们年底前要建成这个君子步河壁道，加快张安静河、坂田河、大浪河、明月公园、环大水坑水库壁道等前期工作。到2025年底呢，预计全期新增壁道85公里。又到了食蚬的最佳时节了，每年的2月到6月，珠海斗门的黄沙蚬都会成为了连州镇各大酒楼餐厅的招牌菜，而且还要是食客必点的菜式。是啊，近年来连州镇中国黄沙蚬之乡声名远播，来自大湾区各个城市的食客也都会在这个季节前去品尝。连州河麻溪水道是黄沙蚬的主要产区，今年2至6月，水道内的三涌码头、大赤坎码头、连溪码头等地均可打捞到黄沙蚬。位于横山村的这间酒楼每日都会新鲜采购近200多斤的黄沙蚬，提供给一班前来品尝美味的顾客。他们采购的黄沙蚬大只又好味，最大的直径能够达到3至4厘米。黄沙蚬就是我们从抱牢上来的时候，我们都挑，全部挑到大个子这种，100斤才挑10斤左右，啊，所以就往那时候就比较大了。从事餐饮行业30多年的叶卫东深知黄沙蚬的烹饪技巧，在他看来，辣椒蒜蓉蒸和盐油蒸两种烹饪方式，不单止是数百年来本地人烹饪黄沙蚬的传统技法，亦是最能品味到黄沙蚬鲜甜味道的方式。一种就是辣椒鲜蒜蓉蒸，它是我们连州本地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做法。还有这个盐油呢，能吃到它的最原始的味道，就是最鲜的。连州镇地处西江出海口一带，水网交织，河道中横，形成了一片咸淡水融合的广阔水域。这里水体微生物极为丰富，这里出产的蚬壳是呈黄绿色，所以叫做黄沙蚬。而
2013年，连州上环黄沙县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遗名录。2019年，连州镇获评为中国黄沙县之乡的称号。上环黄沙县同横山鸭杂包、粉州禾虫、横山粉葛被称为连州四大美食。我们连州很多很多美食，还有这个脆肉螺蛳沙，本身是土生土长的连州人，我这现在就把这连州的特色产品推出整个大湾区。今集的特别环节《中东香港投资新机遇》就会带你去看看香港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峰会。这个峰会会聚全球各界领袖，商议可持续发展策略，即刻带你看看当日的情况。作为一个超级联系者，香港在促进交流和合作方面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今次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首次在亚洲举行 Priority 峰会，我们一起看看。Honorable Richard Thank you for welcome to your home。未来投资倡议 Priority 峰会汇聚了商界、政界和科技界最有才华的精英。欢迎各位出席未来投资倡议 Priority 峰会。他们努力塑造全球议程，将愿望化为行动，并为未来带来具影响力的改变。峰会的主题是塑造人类未来大趋势。你觉得今次的峰会怎样为人类带来正面的影响呢？要为人类带来正面影响，真是一个很进取的计划来的。全球对话是为人类带来正面影响的第一步。怎样做？透过建立信任，透过展开合作，透过分享关注和希望，还要一起意识到主要的挑战是什么，要令大家有决心去承诺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会议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我们讨论了大量议题，包括未来的娱乐、人工智能的影响、食物安全性、保健、疫苗等等。未来投资倡议揀了香港做亚洲首次峰会的地点，真是令人振奋啊。没错。你有什么感想啊？我觉得很高兴，非常兴奋。你知吗？我上年去中东出席沙特阿拉伯利雅德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我开始跟他们交流。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交换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最终他们选择来香港，基本上个计划都是一起建立出来。今次揀在香港开峰会的意义不是纯粹开峰会这么简单，而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枢纽、领先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地位的认可。中东和中国香港的联系逐渐密切，你认为哪些方面具有未来发展潜力呢？我认为起码有四个范畴。第一样就是中东，他们目前首要的议题就是绿色转型、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站在我们的角度，在绿色转型方面，我们是亚洲领先的绿色金融中心。我们亦将香港定位为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中心。第二样就是我们这里有顶尖的专业服务，而在中东他们亦正发展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第三样就是我们能够将国际标准和内地标准接轨，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要迈向全球的话，中东很自然就会选择一个最佳的国际标准去作为参考。而在投资、专业知识以及科技方面，内地实力强劲，是我们可以将两地连接。而最后呢，除了赚钱之外，我认为装备自己
協助東方和西方進行匯聚亦同樣重要，所以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化和藝術交流各方面，我們都能夠擔當重要角色。鳥瞰神州，精彩在線。今天我們帶你去到成都，春光燦爛，天氣回暖，榕城亦都迎來了最佳賞花期。在公園入面綠道上田野當中，市民遊客影相打卡，享受住春日的美好時光。節目最後我們跟著鏡頭一起去欣賞一下成都的春色了。今天的灣區傳媒體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集再見，拜拜。